问题的历史经纬、法理事实呢是清清楚楚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这一事实呢从未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尽管海峡两岸尚未完全统一，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也绝不可能分割。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2758号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问题。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在处理涉及台湾的问题，均遵循一个中国原则。那一个中国原则呢，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是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台湾。台湾的前途呢，只能也必须由全体中国人民来决定。祖国统一是历史大事，民进党当局为了满足政治私利，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拒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蔑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散布炒作所谓的两岸互不隶属谬论，歪曲联大2758号决议，造成当前台海局势紧张动荡，损害两岸同胞的利益福祉，其所作所为背离历史大势和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注定是要失败的。